一切回到了原点，你曾经从这里踏入黄金的时刻，也将从这里踏入真正的匹诺康尼。很高兴能再次与你同行，事到如今，我也终于能向你袒露全部的事实。如你所见，我的另一个名字是星河猎手萨姆。抱歉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还记得我们在陌生的梦境里遭遇了死亡吗？那时我被迷音攥在手中，在他即将行凶的瞬间，我从那只骇人的瞳孔里看见了另一片梦境的倒影。根据剧本的提示，我对那只迷音有了些猜想，于是我让银狼寄出邀请，将各位引导至梦中的酒店。我本打算在你们面前换来死亡，用更直接的手段揭示谜底，邀请你们入局，但事与愿违，我无法违背剧本，甚至来不及开口向你说明。就像你看到的，我被死亡的一刃贯穿，浓稠意志的重压，他们在脑海中炸开，恍若现实。但一瞬的麻痹散去后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，我果然还活着，且如我所想，抵达了与美梦截然不同的地方。匹诺康尼的梦境下埋藏着另一篇更原始也更混沌的异域，它的名字是流放之地。于是我返回梦境中的酒店，想告诉你它的存在，但我还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只能想办法转移与你同行之人的注意，将你带离战场。而后我的种种尝试皆以失败告终，直到不久前，一道血红的刀光劈碎了梦中的高墙，令你们跌落到这深层的梦境中，我才得以将你和同伴们一个个唤醒。这就是此前发生的一切。我知道要无条件地相信这些很难，我只是想说，你离最后的答案很近了，只需做一件事，我就能为你证明。接下来让我们离开这里吧，请闭上眼，然后深呼吸，在心里描绘梦境的轮廓，记得绝对不要睁眼。三、二、一，不用害怕，迎接我们的人来了。